接下来我们要请的西塔琴哟。好，接下来演的这首歌叫做《My Inner Palace》，这首歌是第一次演。其实今天上半场很多歌都是第一次这样完整演出。这首歌《My Inner Palace》讲的是我的内在宫殿，然后这是我催眠的真实故事，所以我把我催眠的整个经历写成这首歌。I asked him what the meaning